さよならって言葉でこんなにも。哦。哇，太拼了。后面要拉什么路子？没行啊，后面没有，我和张震远可能换个位置。啊，你的颜色太巧了，你。你衣服颜色太巧。你下去，你别把我。我们张哥就需要这么巧的颜色。试图谋害我和江姐。至于吧。我这边，哎，火一点。是不是我？是我？是与你已经不认识了，心里一模一样的。谁来的货？说直接下去好吗？下来。是啊。老师，我们三个一车。哇。我感觉是一个被烫伤的鱿鱼。啊。上下。奇怪。他后车，后车现在加三个人了，你修一下。应该没加进来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开始整了，开机，你可以玩一玩，对。嗯，接下来去吹那个西瓜，吹那个西瓜。太冷了，不是男人。对。不是，我居然怕把裤子搞湿。好像吸了点冰，但是冻出脑寒腿了。这都不是这样，冻住。哎呦，有点小冰，说实话有点小冰。太冰了，要不然你把水都踢上来。太冰了，脑寒腿，就这都风湿了这样。哇塞，我现在腿像冰糕一样。但是两边都是水，你跳一个我看看吧。你先示范一下。不是，主要有点智商的人，我觉得就不会。但是这肯定能跳得过去啊！面前智商不是啊，这不是智商，这是一种挑战欲。你挑战呗，这就是胜负欲。挑战呗，你敢跳吗？刚刚快挑战一下！你在我这来。好期待哦！快证明你的强壮。张哥，我扶住你，你跳。确实简单，我说。咱们想跳，要证明。没事，一会儿有人怎么跳的？真的假的？哎。啊，没有，没有比赛吗？那我赢了呀。状元的话，我估计。就是王一超。跳呗。对啊。西瓜在里面炸开了，炸了，不会吧？应该这里面变成一滩洪水。我害怕，红海行动。
坐那哪儿啊？坐在这个上面。来，不能变黑夜。肉拍拍吃火锅，拍拍吃火锅。明显就明显啊，男的不会吃什么。对啊，体毛不是男人的本性吗？哎呦，谢丹哥，哎呦，谢丹哥。然后，常务老师，后面的西瓜需要撤一下。我们身后的人都在等我。要是说我一放弃，我就这么扣着拍。后面的人要撤一下吗？对对对。大家撤一下吧。不用的，那个荣光布给拿去。让我赶紧。真正每一步的你们执念落地生根。我要撒飞了！我的草上了，那个半只小鲤鱼，那个窗帘，我的超像你，你超像你磨草的，超像你防晒。没事没事，给小草一点，小草也要防晒。这你要拿走，等我。常务老师后面三个西瓜，那个三个西瓜要拿走。后面的三个西瓜跟我撤一下。我也要抹。来，我们直接蘸水池里吧。啊。叫过来。下次去吗？拿西瓜。不用上来拿西瓜吗？哦，出来的。
三厘米吧。我一七，我一八一，你就又一八一了，你这恶心。他每次都故意说那种，不是，我确实一八一，虚假身高。你问新高，我是一八一。那三哥幺八零都不到啊。你这恶心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大腿肌肉也掉了，小腿肌肉也掉了，好腿锻炼了，就这细，这是我们两个都属于那种新经验。好恶心，不是，就是来吧，我们泳池最后一个镜头，你走。奇怪，我们现在秀腿一样。那我只是在观察我们的肌肉，观察。观察。他们说，你肌肉才是最强的。这是这样的。加的。就是有点局限。加的是哪？是哪是最？我不就是吗？我不就是吗？不是，你看，两个，我这有一条，就这样。然后这样之后再来一个，你这有肌肉吗？对啊，是吗？对，这织丁线吗？嗯，这织丁线。这是是是。我这还有。哎，这看。有病吗？我操！小白，织丁线比我更好吧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这儿确实比你好看。来呀、啊！谁怂了、啊？西哥不是你、啊，来呀、啊！真的假的？你来。我无所谓了，我没什么不敢看的，没什么不敢看的，好吧？不是你也敢不敢看？反正我都比你好看，又比我很好看。我怀疑你们已经没腹肌了，说实话。你别在这里。没肌酱啊！我没肌酱，真没肌酱。打肌酱没用的，你把镜头关了，我就可以给你。对，然后我们会把镜头当一下人吧。对，好，好，轻点，轻点。好，掉下去了。啊！哦 ，OK， 我们再来，最后屁股湿了，搞掉镜头。老师，我们干嘛？他推我。我没推他，哎，我又推你了，我不然。你看吧，看着的。啊，我刚刚名字都给了，用白本给了三个互相。屁股都湿了，白本。真是，我你看，你这个还好，你这是最干的。来，你给我看看。这一天，他老死。好，关一下，关一下，关一下。啊，来了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你让我后退，你让我后退一点。这个幼儿园吗？那叫 Bieber 人，就叫 Bieber 吧。是我们学校的。你得这儿得多。你是那个空耳实际选手。你得多强呀！
要滴滴是。来吧，我们快一点吧。下一个镜头，下一个镜头，来吧。好重啊！你的保险吧。管子，你抽里头了。好了，最终就在这个位置啊。来，我们准备。我们可以跑出去了。先拍这个场景啊，好了。这个鞋底在哪里？开始伸手臂力量，再一次。
别受伤就可以，不会受伤的。还有我老师，你看啊，可以忍不住了，我做我做不了。泡水喝呀，奶奶。是啊，这是一个杀青汤，好香啊！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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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